嗨，我是 Ali， 我是来自 JB 啊，我是从事 KS 实力。在我还没有上这个 SIS 跟 ACS 呢，我都是碰到很古板的这些问题咯，比如说请人请不到啊，来的人一直来的不对啊，啊，然后工资要怎么办啊，薪水要怎么给？那自从上了这个课程了之后呢，我基本上的问题全部已经解决了，甚至员工都已经睡自动自爆了，所以我很感谢老师的这套系统，谢谢。